我们净宗学会成立，提出修学五个科目啊，好记嘛。五个科目，第一个就是三福，第二个就是六合，第三个是三学，第四个是六度，第五个是普贤十愿，这大家好记啊。念念在心中啊，时时要落实啊，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能够与这五个科目相违背啊，要把这五个科目做到，我们就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，真的像了凡先生所说的，在小佛来啊。灾从哪里来的？灾是不善业感的。福从哪里来的？善业感的。这五个科目，善业纯善纯净啊。那么怎样是孝养父母，是奉事师长？我常说把十善业道做到，那就是真正的孝亲尊师。你要做到啊！父母师长对我们的期望都是希望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贤人。我们果然做到养父母之志，养老师之志，这才敬孝养之道。如果不能够落实，纵然天天学习啊，天天为别人讲解，也没有出啊，你出不了三界，出不了六道啊。我们这个修学的功夫从哪里做起？今天我们讲冲突，讲这个和睦，基本的是家庭，夫妻冲突这个问题严重啊，不能看清，这是根本的。夫妻冲突、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，员工跟老板冲突，主管跟部属冲突，再扩大族群跟族群的冲突，国家跟国家的冲突，这是从表面上看。如果更深入一层看，冲突的起因在哪里？真正的起因就是习性与本性的冲突。
能看到这一层的人不多了。所以圣人跟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？圣人习性跟本性融合成一体，华严经上讲的离思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无碍就没有冲突了。凡人呢，习性跟本性不相容啊，产生了冲突啊，这个才是所有一切冲突的根本原因啊。圣人教导我们啊，你看儒教给我们啊，从这里着手啊，各无智智，诚意正心，这个四句就是解决本性跟习性的冲突啊。首先要能够离开五欲的诱惑啊，今天我们讲的情欲的诱惑，格物啊，这个格是格斗啊，物是物欲，你要跟物欲去战争啊，你要战胜它啊。如果你要是输给物欲了，你永远是五欲六尘的努力，你还有出头的日子吗？必定要战胜它了，要把五欲六尘看清，要把五欲六尘放下。格物啊，儒家这个说法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断烦恼。儒家讲格物，佛家讲断烦恼啊，智知。成就智慧。如佛家讲的破所智障。格物是破烦恼障。智知是破所智障。名称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啊！修行从这修起，从这下起啊！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意才诚啊，你的心才正啊！你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，你的真心不会现前啊，诚意是真心啊，不再用妄心啊。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你用正心啊，不会有邪心啊，不是妄心啊，不是邪心啊。这就是佛家讲的发菩提心啊。菩提心你为什么发不起来？你的烦恼障、所智障障碍了菩提心，你没有智慧。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啊！现代的社会五欲六尘的诱惑力量太大太大了，前所未有啊！透过网络，透过电视送到你家里来，
你说可怕不可怕？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你要懂得跟他隔绝。我没有家庭，一个人好办，我不看电视，我不听广播，我不看报纸，你有家庭麻烦吗？你不看，你家里人要看吗？你怎么办？难啊，太难，太难了。所以要有智慧，要有警觉，要有善巧方便，帮助你的家人，远离一切不善的人物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人与人的相处，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非常好啊！这个原则四摄法，这很多同修都知道啊。四摄法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这到底是什么法呢？现代人讲的人与人之间交际的方法，你就好懂了。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密切的夫妻，夫妻要懂得用四摄法，一定是白头偕老啊，一生和睦啊，决定不会有冲突。这他不会用嘛，那佛法学了不会用嘛，用在家庭，家和万事兴呐。用在团体，这个团体兴旺。用在国家，国家一定是安定繁荣。用在世界，世界和平。交际法嘛。我们学，学了要会用，学了不会用，不是等于没学吗？八菩萨的六度，八六合敬，怎么样落实呢？四摄是落实的方法。六合里头第二条，第二是戒和同修啊。这个戒和是守规矩、守法。家里面大众在一块生活，也有规矩。不能不守规矩。第三个，身同住，口无争，意同悦，力同均。这个是团体必须要遵守的。如果这个团体能够做到这个六条，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。僧，现在人看到这个字，听到这个名称，就想到出家人，这是不懂得这个字的本意。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团体，什么团体呢？修六合敬的团体，就叫做僧啊。如果不修六合敬呢，就不能称为僧。
所以僧底下常常加个团，团体，修六合敬的团体。你家庭，佛家，你家里四个人，四个人在一起共住，都能够修六合敬，你的家庭就是僧团。不是单单指出家人啊，出家人在佛陀的时代，无论人数多少，肯定的要遵守六合敬。但是一定要理解，它并不限于出家人。六合三福六度怎么样落实到家庭，你要用四学法的方法，四学是非常高明的戒严众生的方法了，佛法讲戒严众生，现代人讲呢交际的方法，最高明的交际方法。四摄法头一条布施，诸位要懂得，这个布施跟六度的布施啊意思不一样。这个布施是交际应酬里面的布施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多送礼。多请客，那跟着往来吗？太太跟先生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太太常常请先生，先生也常常请太太。时时刻刻不要忘记送一点小礼物。夫妻相敬如宾啊。你应当要知道，你们两个人的集合，不要以为是小事。夫妻集合，关系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你才晓得你的责任使命是多么重。如果夫妻不和，造成社会动乱，造成全世界的动乱，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夫妻不和，那个罪呀，很重很重啊，不是关于两个人的事情啊。所以，夫妇的集合不能够草率。男女找配偶，一定要求志同道合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！感情用事造作的罪孽太重太重，尤其结婚不久离婚，要有了儿女，那个离婚伤害就太大了。为什么？单亲的儿童心理不正常。从小这个心理不正常，到长大的时候很容易生起犯罪的心理，造作恶业的行为，父母影响他的，他将来破坏社会秩序，这个扰乱社会的安全，你父母能够说不负责任吗？没有你的责任吗？因果可畏呀！有了儿女之后，决定不能够轻易离婚。他为什么会离婚呢？
说起来就笑话了。你看，在没有结婚之前，啊，男女相爱，如果有人说，哎呀，你的女朋友怎么怎么不好，他不相信，还要把你臭骂一顿。啊，他眼睛当中的对象是完美的，一点缺陷都没有啊。到结婚之后呢，天天看对方，看缺点，看毛病，这个麻烦就来了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导我们，永远看对方的好处，不要看对方的缺点，自己的心纯善纯净，你看对方的缺点，看到别人的不是处，我们的心呢就被污染了，我们的亏就吃大了。永远不要去记任何人的过失，永远记住啊任何人的好处善处，养自己纯善的心，纯净的心。这个样子你才能保持夫妇百年好合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四是第二条爱，爱语绝对不是甜言蜜语，是真正关怀照顾。归故劝善彼此学业、德行、道业都要与日俱增要增长这是爱力行自己齐心动念，所作所为决定与对方有利益的，决定不伤害对方，不损害对方。第四是同事，共同在一起生活，以自己的德行感化别人同事是重在身教，重在感化。我们懂得这四个方法，真的是走遍天下无往而不利啊，无论跟什么人交往都会变成好朋友，冤家对头敌人都变成好朋友，这个好啊，仁者无敌啊。所以佛法学了要会用用在夫妻之间，用在兄弟之间，用在朋友之间，用在家庭，用在事业用在一切应酬当中，你会受到一切人的尊敬，你会受到一切人的爱戴呀。菩萨戒经里面佛教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啊，我们念得很熟啊，记得很熟啊，有没有做到？你得要去落实啊，要做到。所以我这么多年来这个念头是从1982年我在美国讲经讲经的场所是一个老人公寓
美国的老人公寓，退休的老人啊，这老人公寓是以色列人办的，办得非常好。居住在这个公寓里头有400多人，我在那里讲了7天1个星期，我就想到21世纪的道场啊，应该是这种形式的，不再是寺院庵堂了。老人退休，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做，带他念佛，给他讲经，他欢喜，给他充分的精神生活。我们把这些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为他们服务。我们能照顾老人，这因果报应嘛，到我们老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照顾我们呐。我们如果嫌弃老人，不喜欢老人，到自己老的时候也被别人嫌弃啊。所以看到人老了，想到我将来会老啊，我希望别人怎么帮助我，我今天应该如何帮助别人，这是智慧啊。父子这样教导我们，佛陀教导我们更多啊，我们要落实啊。所以我从那一次讲经之后，常常想到在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缘分呢，建一个鱼头村。这一个社区里面居住我们志同道合的念佛人啊，我们在一起念佛，在一起研究经教，在一起度过人生最幸福最美满的晚年。常常想啊，想了这么多年，自己没有福报啊，所以在新加坡呢，这个居士林李牧原居士是个有心人啊，他听到我这些讲演，他就发动真的做啊。第一桩做的就是供斋啊，居士林24小时。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供斋，这个斋饭做得很不错啊。最初什么有点讲究，我跟李居士讲，一定啊要让人吃了还想来吃你才成功，如果吃了不想再来啊，那你失败了啊。这一点呢算做到了啊，这个请了主厨的啊，聘请个厨师啊，另外有不少义工啊来帮助。那么现在平均每一天来吃饭的有1000多人啊，星期假日3000-4000人啊，这个1年360天做到了。我看到非常欢喜啊。那么我现在到澳洲，看到澳洲我道场附近的居民都是退休的老人啊，我给我们家里面住种啊，出家在家种，我说这就是我们的
弥陀村吗？我们要把这些外国人都看作是自己的父母。佛在经上讲吧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草创的期间，学院一些工程呢都还没有完工，大概要到今年九月底才能完工，这草创期间每个人工作都很繁忙。现在我们是每一个星期六举行一个温馨晚宴，每一个星期六欢迎这个当地居民，不管他信什么宗教，也不管他是哪个族群，一律平等接待，欢迎他到我这儿来吃饭，欢迎参加我的温馨晚宴。我说这晚餐并不可贵，温馨可贵啊。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相同，我们中国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呢是午餐，外国人是晚餐，他 一天当中最主要的是晚餐。那么我们用温馨晚宴招待他，这个意义很深，因为我澳洲这个道场晚上都不吃饭的，因为我自己不吃饭，现在家里人个个都不吃饭，哎呀，跟我学。我们自己不吃，专门为他们做。他们吃饭，我们陪他谈话。我们是长桌自助餐，客人坐一边，我们家里人坐一边，跟他交谈。听他说话，老人的话很多，而且都是重复，我们要有耐心去听，听他讲故事。让他生欢喜心啊。所以这些老人都很受感动。告诉我，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和善的团体，没有看到这样的好人，他一生当中看到了。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学的成绩嘛，成绩要拿出来，为苦难贫苦众生造福啊。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，我们对待别人一定要丰厚。这样才能戒引广大众生。我自己这个真正的愿望是希望在那边建立一个弥陀村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名称呢改过来了，因为澳洲学校几个大学都在搞这个多元文化，现在还搞这个和平与冲突问题的研究，所以我这个村呢将来的名称呢是多元文化和平村。那么我的希望将来能够住1000个老人，我们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种族，不同的宗教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互相的
关怀，互相的尊重，啊，互相的帮助，啊，我们要做一个榜样，啊，做一个样子，给世界人看一看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像一家人一样。我们要把儒的文化、佛的文化做成这样一个模型给大家看啊，否则的话天天讲学空中有国，摸不着边际啊！你说你儒好，好在哪里？佛好，好在哪里？你到我这里来看看你就晓得了。哎，儒跟佛就是这样的文化啊，这样才要做出来呀。现在不做出模型，这科学家讲不拿出证据来，没人相信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模型，要拿出证据来给人看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个愿望，一个理想啊，这个愿望跟理想。现在在澳洲呢，有实现的可能。啊，澳洲从联邦啊到地方政府，都热烈的支持我们，啊，都欢迎我们在那边居住，在那边发展事业。啊，我们的事业是圣贤的教育，是神圣的教育。我们融合不同的宗教，啊，不同的这个族群，啊，不同的文化，啊，实现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教诲啊。我们在华严经初分里看到华严法会出席的团体人数不能说太多了，说不清了啊。经上跟我们讲的团体200多个团体啊，这200多个团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，天上人间，全都聚集在华藏世界，出席毗卢遮那佛的大会，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！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领悟到，虚空法界、刹土众生是一体。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，这些种种世界，一切众生都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就是真心本性，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由真心本性所现的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叫一真法界，有十变现的呢九法界啊，九法界菩萨圆觉声闻，下面就是六道啊，
心是真心，实是妄心呐、啊。真妄是疑不少，所以佛法不是哲学，哲学是讲二元，是讲对立的，讲相对的。佛法永远没有相对，永远没有二元。自他不二，离世不二，性相不二，众生跟佛不二，这个是佛陀教育里面的最高的理念啊，究竟圆满的认知啊。我们学佛不能不懂啊。那么在现实社会里面推动这个教学，确实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要从哪一方面推动才能收到效果呢？六合敬里头最后一条，利同君啊，要推动这一条，我们必须有基本的修养啊，这个修养就是要真正的放弃自私自利。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我们要落实啊，要做到啊。那谁是我呢？一切众生是我，我这个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啊，我是一切众生啊，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而已啊。如果没有这个认知，没有这个理念，那就难了啊。这个认知，这种理念是佛知佛见，我们才能够承担起佛菩萨的事业，我们才能够过佛菩萨的生活啊，真正做到利和同君啊。这段事情非常现实，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正面的反应。佛教导我们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，连求做佛做菩萨都能够达到啊，这个世间名闻利养那简直是太小的事情了，哪有求不得的道理啊？去求财，你看现在世间人哪个不求财呢？求财这个观念，这个愿望超越了国家，超越了族群，超越了宗教，没有不求财的。佛教导我们，求财不难啊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必定得到。财富是果报，果必有因，因是什么呢？财布施啊，你布施的越多啊，你的财富
源源不断而来啊。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，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微不施是因。如果我们能够修这三种因，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微布施，你必定得财富、聪明、健康、长寿的果报。佛讲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可惜的世间人呢，迷得太重，对于佛陀真实智慧的教诲生起疑心怀疑，不肯做。所以佛法殊胜的利益了，他得不到了。这些事情有事实证明啊，我自己学佛无甚人就是个证明啊。我很听话，张家大师把这个道理方法传授给我，我真干了，真的就收到效果啊。福报从没有福报啊变成了有福报，有一点小福报啊慢慢就变成了大福报。福报可不能想啊，一想就迷惑了啊。福报要给一切苦难众生想，给别人想啊，这个福报是真的啊，自己享受那个福报是假的，那是梦幻泡影，那不是实在。要懂得福给别人想，我们才真正得到法喜，真正得到法乐啊。团体也不例外啊，你看居士林这几年修财布施、修法布施、修无为布施做得很积极，金融风暴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告诉我，新加坡所有的道场收入啊，大概都减少了一半以上，居士林的收入呢丝毫不受影响，月月还有增加。这什么原因呢？证明佛的话没错嘛，愈布施愈多吧。学佛没错啊，学佛好处太多啊。我学佛实在是戒出出家人第一位就是张家大师，头一天他就叫我看破放下布施，我头一天呢他教我的，我尊敬他，我相信他，我真听话了，我就真做啊，我做了一生了。所以在此地你们
这个第六届培训班的同学啊，跟我接触比较少，这两天你看到我每到一个道场拜佛，跟他们讲几句话，大众都有供养啊。你看看我所收的那些红包，我看都没有看，也没有装在口袋里，我通通供养那个道场的常住。你们要学啊，法缘殊胜呢就是这样子得来的嘛。如果你到这个道场收皈依徒弟，把钱财通通都带走了，道场一看，哎，你这个法师下次再不请你了，你的缘就断掉了，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的财用缺不缺乏呢？不会缺乏，想用多少佛菩萨就送多少来啊，这个多自在啊。啊，佛菩萨很慈悲，佛菩萨不是照顾我，我并没有改善生活，我为众生为苦难众生啊，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？所以要学布施，要学供养，啊，要学得很踏实，要做得很圆满。不但对一些人，我们要尊敬。啊，我们要敬爱，啊，我们要供养，我们要互助合作，乃至于对一些小动物，啊，我想有许多同学没有这个经验，凡是生物都有灵性啊，我们诚心都能够沟通，至诚感通啊！啊，当年李老师教我，我们用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，可以跟动物沟通，可以跟植物沟通，可以跟鬼神沟通啊！你们今天学佛了，学得很慈悲了，那蚊子咬你的时候啊，你慈悲不慈悲呢？哎，就在这时候看你了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了？你要一巴掌打死了，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！那么你一看到蚊子来咬你，你当时要想到啊，它是来外头来谋生的呀，是来讨生活的呀，它没有死罪呀。啊，你愿意供养它，啊，你就好好供养它一顿嘛。你不愿意供养它，赶走它嘛，赶走都错了啊。你不是佛弟子啊，佛弟子对一切众生呢，不是供养。欢欢喜喜，用孝顺心，用恭敬心，你跟他沟通。那蚊子来咬你，你可以跟他商量，不要在脸上叮，在头上叮。为什么呢？第二天见人呢，不好看嘛，他就不会。啊，你说我的身上我的手背啊，你可以尽量去享受，哎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不要让我有痛苦，不要让我有痒，他统统做到。你想想看，
小动物都好商量，哪有不好商量的人呢？小动物还好商量啊，啊，蚂蚁，啊，我刚到普文巴买的那个房子，蚂蚁很多，我不常在那里住，啊，那个地方我派悟谦法师住在山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看看蚂蚁多少，看你修行的功夫，你真有功夫，真有德行，蚂蚁就少了。如果蚂蚁还是那么多，证明你在山上毫无修行啊。他算不错，真能依教奉行，常常啊，这个对蚂蚁布施供养，啊，这个跟他们沟通，啊，他们不进房子里面，在房子外面，房子外面呢也不在马路上，马路上危险呢，常常有车把他压死，啊，所以让他到草地上去，听话了。我们深受感动啊！哎，小动物听话，花草树木都听话。花，你照顾它很周到，你爱它，它开得特别美；草特别绿，它来报答你，来供养你，彼此在一块共同生活，互助合作，美化我们的环境啊！哪有做不到的？你不肯做，那就没有法子了。那我今天把这些方法传授给你们，你们回去试验时要诚心，不要抱着怀疑的心，怀疑的心没有效果啊，真诚的心有效果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以我们共斋啊，人性本善啊，我们好心待人，人家就要好心的回报啊。我们温馨晚宴的第二天，就有当地的这个澳洲人送了两袋米给我们，现在常常有送菜来的，送水果来的啊，在我想象当中，半年之后我们的投资啊，半年之后啊，大概也可以做到居士林一样的，不要买米，不要买油，也不要买菜了，样样东西都由别人送来。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我如果自私自利，不肯为别人，别人也不会帮助。啊，帮助别人是大乐事啊！帮助别人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你们看我。我身上没有钱，至少了应该有30年我没有用过钱。你说我要钱干什么？没有用过钱。那是就问我法师，你常常旅行啊，旅行有别人买飞机票啊，机票多少钱一张我不知道啊。你说这个多自在啊，你们自己有钱你要自己去买啊，纵然你底下有许多办事情的人，你还是操心的，不像我，我不操心啊。啊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我们有时间，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啊，
现在是2002年，我知道了，月日我不晓得，星期几不晓得，几点钟我不晓得，我的生活随缘，我常讲听别人摆布吧，人家叫我怎样我就怎样，我没有固执，我不想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做，没有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好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过最快乐的生活。世间低等的功德，低等的善行，低等的好事，帮助别人觉悟啊，所以一切事业里面，办学校是最高等的事业，帮助人觉悟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做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孔老夫子所做的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工作，永远为一切众生敬爱，为一切众生仰慕，为一切众生学习啊！我们要想到，我们既然是出家了，选择这个行业了，追随释迦牟尼佛啊，要赶上释迦牟尼佛，舍己为人，牺牲奉献啊，像佛陀一样，我们这一生过得有意义、有价值，真正是幸福美满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以这一点呢，供养我们与会的同修，谢谢大家。